我们是五月天，嗨，大家。五月天到北京宣传新片，预计五月二十四号上映的第三部演唱会电影，粉丝抢购预售票，全程的 3D 立体特效，仿佛可以触摸到偶像。故事原型来自五月天第九张专辑自传，讲述第五分队发生的故事。五月天化身拯救地球的超级战士，至于谁的演技最好呢？观众得到这么高的，谢谢。电影除了穿插剧情，有将近三分之二内容全记录五月天一年半来的演唱会，海内外总共122场，400多万粉丝一起参与。导演挑出最精华的片段，空拍北京鸟巢万人场面最震撼。片中梁家辉、黄渤友情演出，五月天还现场吐槽导演陈艺人对待影帝有差别。好，那黄渤老师，我们今天请我们孙导就来拍下一条这样子。哦，好，现在对五月天。五月天拿过去了啊，包班了，快。因为无法唱片大街小巷，五月天把演唱会剪成电影，让更多粉丝一起分享那些青春岁月的点滴回忆。三立新闻任意方林明达北京采访报道。